大家好，我是行走的小画家雨芽。作为一个正宗的重庆辣妹子，今天要来画一款火辣的妆容，泫雅仿妆。外地朋友说，重庆妹儿是一种特殊的生物，霸气、柔情、火爆，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。我说重庆妹儿都一个字来形容，那都是乖。那如果重庆妹儿再画上妆的话，那都是好乖哟。你和我的距离只有一个化妆节的距离，8月22日至9月2日，世纪新都化妆节，等你来变。